先生从全场沸腾高喊动算，提到民进党四年执政，他语重心长。我们支持民进党，不是要他消灭国家，我们是希望他好好执政。可是，立欢桃消灭了中华民国，话一句比一句还重，就是因为韩国瑜的亲民之旅，让他们深深感受人民的苦。我的先生到了台南永康。 去倾听之旅的时候，因公然得故为都甲国语讲，市长，请你救救我们的淹水，代表他们看到高雄解决了淹水，高雄解决了登革热，这不是天灾，这是人祸。大选进入最后阶段，选战期间的抹黑贴标签，李佳芬秉持初衷：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，一个政府，你若有做工课。 你都讲会出你的业绩，如果你若讲袂出你的业绩，你只有用抹黑的方式讲别人无好。李佳芬离场，全场簇拥，高唱《中华民国颂》，还有人高举二号手势，在最关键的时刻，韩粉拢无离开。综合报道。